牛陈泽五号首次开庭，审理是否继续将他限制出境？豆岛穿着西装，骑着单车现身，露出微笑，似乎心情相当轻松。除了审判内容外，大家也都想知道电影是否会复拍。大家很关心的复拍的问题，我必须说实话，目前这个计划还是暂停的哦，因为工作人员、演员、投资人，他们都很希望这部电影可以继续。可是我觉得我目前应该要面对我人生就是更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也知道我现在有没有这个能力或仍被期待担任导演的工作，然后只是很希望一部好的电影，它当然基于对于其他参与者的公平期待，我当然希望他最后有机会完成。究竟会不会复拍，我们看下去就知道。而豆岛讲完这番话后，拜拜拜拜，就像风一般咻的骑着他的单车走啦。